千六米嘅草地站，四匹馬出事，常多笑。咁啊，最後入閘，亦都係呢組最高分嘅大至尊。四匹馬準備妥當啦，試閘第三組草地嘅千六米大閘。起步嘅時候，咁啊，四匹馬平排出閘啦。咁啊，前邊快啲咧就係黃袖紅帽，咁啊，常多笑，布紋都要放啦。咁啊，守住喺二三位嘅位置，都係葉楚王馬房嘅。依家進接第二咧就白衫啦，粉紅袖嗰只係優才啦。留翻住喺第三先啦，就係呢只嘅黃衫白帽嘅大至尊。咁啊，暫時墊後喺第四咧就灰馬加咗個亞集嘅多巴先生啦。咁啊，跑咗四百米啦，走順咗之後咧就優才，依家成為咗呢一組試集嘅放頭馬啦。艾杜娜出事嘅，咁啊以一個馬位之先就領放啦。咁啊，常多笑咧就守住喺個第二位啦，大至尊仍然喺第三嘅。咁啊，內欄喺第四位嘅位置，多巴先生咧就依家開始都拍住只大至尊噶啦。咁啊，距離放頭馬都係個零馬位嘅啫。最後八百米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邊優才自己放頭，梗係一路慢慢咁啊順走啦。咁啊常多笑都唔想去逼佢噶啦，喺第二位啦。咁啊後邊嗰對高分馬就拍緊跳噶啦。咁啊出邊位置就係大至尊啦。咁喺內側嘅位置就係多巴先生，大至尊就走出，多巴先生就走入噶啦。轉正入直路啦，前邊優才咧就帶嚟咗個零馬位，因為常多笑褪啦。咁啊出邊大至尊咧好鬆容已經立到上嚟啦，多巴先生亦都上到嚟第三，最後三百啦。咁啊大至尊再喺跑道中間再鬆鬆佢咧成支炮彈，咁啊帶嚟咗個馬群咧成兩個幾馬位噶啦。優才守翻住喺第二，多巴先生騎住第三啦，褪咗落去第四咧常多笑。最後五十米，咁啊大至尊再認真再鬆鬆佢，以一個鬆容嘅姿態贏出呢組大閘嘅。優才第二，多巴先生第三，常多笑第四。